泡冷炖呢，小屁屁，他要给一个中等泰隆皮那个人。Hi， 我哋依家嚟到 K C 路 K 场啦，到咗啦，咁就坐多咗个几钟头。啱啱喺 K C 路 K 场攞咗行李，咁就第一件麻烦事就系 book 咗架火 van 咧，放咗我哋飞机，咁我临时咧喺机场度揾人帮手就送我哋去酒店啦。咁但系因为 K C 路 K 场嘅呢个位置咧超逼。因為放 break 嘅時間，依家車水馬好誇張。呢度係只係一個停車場嘅 lift 口啫，但係塞到爆炸。咁啊，可能係大家放 break 嘅關係。咁啊，只係行好短路，但係已經係咁塞。咁希斯路機場應該唔止咁塞，轉頭再影下外圍俾大家。啲啲因为等咗好耐，梗系发脾气啦。两个都唔好面色。第一间嘅酒店啦，系间 apartment 嚟嘅。呢度咧好搞笑嘅，佢喺门口咧系分开左右，右边系个厅。佢哋已经喺度开紧餐啦，个个喺度发紧脾气。呢边有个，我估廿四小时都会发脾气。跟住呢边有张床，跟住有厕所，厕所就咁样。都 OK 嘅。比我想象中小一点，即是我以为一房一厅会大一点。终于都来到 settle 了。好了，我们出来了。哇，嘟嘟说很喜欢这个草地，其实这个是普通人最早皮的。哎，我们那个apartment门口有个这样的草地空间，觉得很舒服。系啦，你有个人挡住咗个镜头。呢个咧就系我哋住间 apartment， 我哋住系头四只窗啦。呢个门口入去右手边第一间就系，好近。咁啊，头先咧我哋嚟到咧，因为太攰啦，琴晚瞓得唔好，咁就嗱嗱临食咗啲嘢，跟住就去咗瞓觉啦。咁其实依家睇翻啦个景啊，对面咧就有少少餐，一两间餐厅。咁有間好似 7-Eleven 嘅便利店啦 ，convenience store 啦，咁都叫做解決到急速燃眉之急嘅。咁我哋依家瞓醒咗啦，就會行過去市中心。我哋呢個位置咧係 Kingston 嘅邊皮位置啦。其實呢度咧呢幾座 building 後面咧就係泰晤士河啦。我哋沿住泰晤士河行過去，大概大半個鐘頭啦，就去到市中心。其實可以搭巴士嘅。但是我想我們走過去了解當地會好一點。現在到步沒什麼特別的話，我們就出發了。剛剛走了一個對面馬路有些東西不行。哇，我剛才上 Google 看呢，找間類似 7-Eleven 的東西都要走半個小時，誰知原來 Google 那裡沒有出現，在正對面有間超市 7-Eleven 的東西。我救我一命，可以對面有間康達，頭先搭車經過嘅時候，我已經想入去望噶啦。究竟一架車幾多錢咧？咁樣咁啊，
希望不會太驚嚇啦。唔知係二手車定一手車，應該係一手車。17,000磅，17,000磅方，咁應該係二手啦，17,000嘅。26,000 SUV， 咁都 OK 嘅，100,000即係20,000。係啊，睇到佢哋殘殘地，全部都係二手嘅，不過唔知車齡幾多咧。依家我哋行咗大概10分鐘到啦，再去翻頭先 check in 嘅地方。咁今朝咧遇到一個好濕滯嘅問題，就係、是、本身我哋機場過嚟呢、這個 check in 酒店嘅地方咧，就 book 咗架車嘅。點知佢哋我哋收完行李，跟住 WhatsApp 佢嘅時候，佢嗰邊先話個司機遇到事嚟唔到，咁即係俾人放咗飛機。咁我哋嗰下咧就啱啱攞齊行李啦，就都幾彷徨嘅。咁但係都冇嘢啦，呢啲問題日日都會有噶啦。咁所以又去咗 information centre， 咁佢哋就即時揾咗架車俾我哋。咁當然係貴啲啦，因為即時揾啊嘛。咁但係都解決到問題。咁就嚟咗呢度，不過又遇到個小插曲。我頂佢個掣啊！佢 check in 嗰個位置咧，同埋我哋去住嗰個位置咧，差5至10分鐘嘅步行嘅路程。咁我頭先咧喺 information centre 嘅時候已經講啊，咁係咪冇問題㗎？咁要車到我哋去我哋住嗰個位置喎。咁嗰個職員就話 OK 啦。點知上車個司機就話唔 OK 啦，就話唔合法嘅。咁因為咧保險嗰方面咧係唔包嘅，淨係去到check in 嗰個地點啫。咁但係我攞住6大箱行李。兩個在發緊脾氣的 B， 再加上一個大車仔，根本係仲有幾個大背囊，加上我的精神狀態，根本就是想死咁樣。咁啊，所以都是俾錢買埋嗰的士咁小段路的車程啦，即係行都係10分鐘。講真的，搭車我斷估啊，佢加我幾啊110嘅啫，點知嗰十分鐘嘅行嘅路程，佢加咗200蚊。港紙真係一啲都唔值，但係嗰個 moment 冇辦法，就算俾佢撳住搶都要。但係佢又唔係撳住搶嘅，即係只不過人哋有人哋嘅規矩啫。即係總之你一上一落就最低都有個 min charge 係幾多咁樣。啊，呢度又係賣車嘅 ，Very 喎。咦？隔離有 BMW， 喂，好多賣車嘅地方其實，我哋呢度。系咯，咁啱我哋住呢条街有好多卖车嘅地方，啱啦，我中意睇车。我已经夹我老细，佢一定要揸车噶啦，所以咧我屋企都应该会有2台车噶啦。佢已经接受咗呢个现实噶，咁所以得闲同佢睇下，得闲同佢睇下分图啊，佢都好。咦，行下行下，原来呢度系 Kingston University， 即系阿陈奕迅读嗰间大学。好像一個古舊的住宅，行了這麼多間屋，這間比較漂亮，即是這排啦，是的，哇，鋪碎石的路真的少點，不清理的啦，怎麼會清理的？你清不到的啦，怎麼清的？它的瘌漏走了的啦，即是長期就由它變黑咯，那可能再鋪過啦，如果真係太舊嘅，誒行快啲。我呢條路靚啊，呢條路幾好。呢條路成條街都好靚。過馬路，等。
家嚟到，真係行近咗泰泰晤士河啦。因為咧，我哋住嗰度咧都係泰晤士河隔離，但係咧就可能唔係旅遊區咧，隔離又裝修緊咧，唔靚嘅。但依家行一段路咧，再行翻過嚟對面路海邊河邊呢邊咧，就發覺好靚。你睇下啲啲已經衝咗落去啦，就覺得好靚，衝咗落去。好，我哋入去望下。唉，終於冇咁大車聲。頭先行路邊咧，嘈冤巴閉。係啊，泰晤士河個感覺應該真係咁樣噶嘛。啊，幾悠閒。咦，我可以喺呢度跑步喎，真係。點蛇啊，鞋蛇蛇，整到污糟曬。唉，污糟曬。算啦，嚟到呢啲地方。等佢玩多啲自由，多啲亂跑亂撞下啦。一啲都見到呢個碼頭，好靚就衝咗入去啦。點啊？靚唔靚啊？呢度好巨型啊！係啊。係喎，係喎，唔知喎。唔好行咁近啊，水邊啊，跌落水啊！好啦，喂喂喂，紅色、黃色啦，唔好踩出去啦，危險啦！佢可能揾緊頭先嗰只，哦係喎，喺呢度，佢真係揾緊，哇！係啊，哇，好快喎，好快喎！好啦，你大個咗，俾你去撐船啦。好大隻喎啲鵝。好啦，我哋開始行入去 Kingston 嘅比較商業啲嘅地方啦。咁開始有餐廳，有碼頭，好靚啦。咁啊，行嚟河邊咧，一直都個景都唔錯啦。有鵝啊、鴛鴦啊、水鴨啊，咁令到呢兩個嘢咧行嘅速度超級緩慢嘅，不過係好睇嘅。咁啊，周圍望下啦，望多啲。上網其實都看到 YouTuber 拍過這條，現在自己來感覺又不同，真是覺得挺漂亮。上面那幾那些住宅呢就超級貴了，即是應該是這個地段最貴的，就是這幾排樓了，因為佢望住泰晤士河，又係喺市中心，裏面就係商業街啦，就應該樓價最貴啊！呢啲位啦。